本期的故事跟 MC 中的生物有关，玩家与自己的好朋友在一处云山树林中搭建了他们的二人基地。玩家这次的文理包又是中世纪文理包，大约过了三分钟左右，朋友说自己临时有事儿，就先退出了游戏。现在游戏内又剩下了玩家一个人，而游戏天色也在渐渐变暗，很快天就黑了。玩家顺理成章的去睡觉度过了黑夜，啊，又是美好的一天。玩家决定如往常一样出去探险，不知道是文理包的原因，还是这牛牛的外观看起来很诡异。又走了没一会儿后，一座奇怪的蓝色建筑映入玩家眼帘。这是什么？看起来像是青金石块。玩家赶快拿出了镐子，将这些蓝色的方块都挖了，果然是青金石块。不过这儿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青金石块呢？并且随后玩家又在附近的金合欢树旁发现了一只特别奇怪的潘达，它竟然是一半身子卡在了地底。更诡异的是，玩家一个转身的功夫，这只潘达就消失了。 What? 是玩家出现幻觉了吗？继续在附近转悠，很快又一些青金石块映入了玩家眼帘，事情开始变得诡异了起来。并且这堆青金石块旁边还有一个矿洞，顺着矿洞口下来后，这里很像是要塞。玩家在这里探索了一会儿后，并没有发现什么其他异常出现。正当他准备离开时，突然一声熟悉的叫声传来，这叫声像是末影人发出的。凭玩家多年的 MC 经验来看，刚才的叫声绝对是末影人发出的。不过这里为什么会有末影人？玩家瞬间又对这里产生了浓厚的好奇心，他开始继续探索，看看能不能找到末影人的身影。突然玩家好像在前方的门内看到了一个白色身影闪了过去，他立马追了过去，但并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可是刚刚就是看到了有一个白色物体闪了过去，总不会是末影人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末影人应该是黑色的。一番搜寻无果，玩家决定离开这儿。刚上来没多久，系统便提示朋友又加入了游戏。玩家赶快将朋友不在的这段时间游戏内发生的奇怪现象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朋友让玩家待在原地不要走动，自己马上就过来。很快朋友过来了，两人再次下入到了末地要塞中。朋友下了一番观察后，发现了非常可疑的地方，那就是这些书架都是浮空的，下面并没有地板做支撑。是的，玩家也发现了，这有些不太正常。接下来朋友让玩家带他去之前玩家发现那个白色身影的地方。玩家带着朋友再次对之前出现异常的区域进行了一番排查，并没有再听到有末影人的叫声响起。正当朋友觉得玩家在恶作剧时，突然那个白色身影再次出现，就在书架的上方，是白色末影人。两人都看到了，可追上来后他便消失了。前方高能预警，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的赶快将我超牛打在弹幕上，激活弹幕护体。白色末影人，玩家二人还是头一次遇到。现在的玩家二人不仅不害怕，反而更加兴奋。可玩家没想到的是，下一秒系统便提示朋友的游戏模式被更改，随即朋友被一个叫做白色末影人的 KO 掉了。玩家开始慌了，这刚才朋友还和自己在一起呢，怎么突然就嘎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尽快想办法逃出去。可刚走了不到十步，白色末影人再次出现，玩家被吓得只能再次退了回来。随着白色末影人离玩家越来越近，玩家最终也开心的嗝屁了。好了小伙伴们，本期视频就到这儿。那啥，都看到这儿了，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哎，你们懂我意思吧，麻烦这次一定好吗。